2019年首度合作，五年后知名电商平台大型银行再推出购物联名卡，主打刷越多回馈趴数越多，升级卡有权益抢攻网路购物商机。我们是全网最高，基本权益最高，天天5.5%。那同时间我们还有手刷礼，就是新办卡的卡友呢，手刷的话会得到100虾币，还会得到3张的免运券。那同时间我们在这一次联名卡推出的时候，也有非常多的国际大牌会有8折的优惠。根据统计，网购刷卡金额已经突破4000亿元，较去年同期成长20%。预估下半年电商平台重要档期，有机会拼全年冲破1兆。联名卡崭新上市，服务更多元。重要部分我们当然是挑选非常有潜力，而且有非常有成长性的这个伙伴，一起来共同经营彼此的这个客户。联名卡专属优惠，省去货比3家时间，再加上每个月一次的无门槛免运，提供海外免交易手续费，强强联手打造双赢，也让消费者捡到便宜。三立新闻台北报道。